各位现场的贵宾，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2015年桃园亚太听障运动会即将在一分钟后正式开始，请各位尽速就座。现在欢迎我们的市长莅临现场，掌声欢迎市长。安静的力量 The power of silence.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Taoyuan Stadium. The 2015 Asia Pacific Deaf Games Taoyuan will be starting shortly. Welcome to the Taoyuan Stadium. 当然我们都知道桃园人向来以好客以及团结闻名，而这一次承办2015年的亚太听障运动会也将充分表现出情谊本色。而在这特别的荣耀日子里，我们将以最热情的地主之谊竭诚欢迎您。这一次大会的图徽是由设计理念，也就是来自桃园市这个充满自然资源的地方盛产花卉以及水果，当然在体育推广运动上面也是不遗余力。另外桃园的桃这个字呢，则为整体造型发想的来源，并融合桃园行政区与桃字合并，幻化成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这也象征的所有的运动员跑向终点的胜利之姿。花蕊的部分以蓝色象征着桃园不断对体育。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ce Asia Pacific Deaf Games now begins. 典礼开始。The first performance that we are going to bring you is the cheerleading performance.首先第一个表演的节目是由三所非常杰出的学校啦啦队员所带来的竞技啦啦队表演。 The opening performances is brought to us by 新兴 High School, Vening University and 裕达 High School. 文采展青春，灿烂舞活力。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Clap, clap, clap your hands. C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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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p your hands. Come on and clap your hands.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Thank you.
热情的掌声，我们谢谢新兴高中、万能科大以及育达高中所带来的精彩啦啦队表演。Thanks to 新兴 High School, Vanning University and 育达 High School for their extraordinary cheerleading performances.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裁判进场。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sincere welcome to the referee, and for the next 9 days, I believe that he will make the fairness judgments for all of us. 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给予我们裁判最热烈的掌声。谢谢这一次辛苦的裁判们。未来9天的赛事就要靠他们来做出最公平的评断了。谢谢，辛苦了。运动员进场。It is tim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errific athletes.第一支代表队，澳洲代表队进场。Australia, welcome to Taiwan. 来自南半球的澳洲代表队，这一次声势浩大，共有50位选手来到台湾参加许多项目的竞赛。Welcome to Taiwan. 希望你们这一次会拥有非常好的成绩。Good luck. Good luck.接着进场是中国代表队进场。这一次的听障运动会，中国代表队有54位选手莅临盛会，我们是不是也给中国代表队最热情的掌声？欢迎中国代表队。接着欢迎到的是香港代表队进场。Now Hong Kong.大家可以看到，缓缓走入会场的就是57位优秀的运动员选手，他们是香港代表队。香港虽然跟台湾很近，不过来到台湾还是可以感受台湾温暖的力量，他们好像很开心哦。Hello, good luck!接着欢迎到是印尼代表队进场。Indonesia, 这一次印尼代表队从印尼而来，相信他们精神奕奕，一定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而共有19位选手来参加这一次的2015听障运动会，也祝福他们这一次能够夺下好成绩。接着欢迎的是印度代表队进场。India, 这一次的印度代表队共有52位杰出的运动员从印度远道而来，我们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印度代表队。接着进场的是伊朗代表队。Now as we can see the athletes from Iran.这一次的伊朗代表队一共有161位选手，声势浩大，相信他们一定是志在必得。这么热闹的队伍啊，这一次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成绩，因为气势就已经赢了很多。现场的观众，我们是不是再给这个代表队热情的掌声？谢谢。Welcome, Iran.
261位选手的队伍真的非常非常的长，现场的同学们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而且看他们精神奕奕，而且步伐抖擞，相信呢一定是有非常充足的准备，志在必得，也祝福你们旗开得胜， Good luck。的画面呢，我们各国的选手齐聚在这一堂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现在跨过我们舞台前的是伊朗队，总共有161位选手参赛， Good luck。接着进场的是日本代表队，在日本代表队之前，我们看到的是伊拉克的选手，这一次有六位选手参加此次竞赛，相信你们一定是可以有非常好的果实。而步入会场的就是日本代表队 Japan， 共有196位选手参加2015年的听障运动会，刚刚161位已经非常长了，现在日本声势浩大，带了196位的选手，想必一定也是来势汹汹，也预祝他们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成绩。頑張れください。接着进场是哈萨克代表队进场。Now as we can see, we have athletes from Kazakhstan.这一次的哈萨克代表队共有63位选手来角逐不同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挥舞着他们自己的旗帜，而且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满满的笑容。我们欢迎哈萨克代表队，也祝福他们这一次赛事都非常的圆满，获得佳绩。接着欢迎的是吉尔吉斯代表队。Now we have Kyrgyzstan. 这一次吉尔吉斯代表队虽然只有三位选手，不过呢，相信他们一定是精英中的精英，代表吉尔吉斯参加本届盛会。我们预祝他们也会有非常丰硕的成绩。接着是韩国代表队步入我们的会场 ，Korea。大家可以看到步入会场的韩国代表队，这一次一共有123名的杰出运动选手来参加这一次的盛会，大家是不是再给韩国代表队热情的掌声？相信大家对于韩国的文化并不陌生，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流行，但是在这个体育盛事方面一定也是志在必行，祝福他们这一次可以争取荣耀，圆满的获得佳绩，祝福韩国队。现场的学生，你们的掌声尖叫声都不要停哦，现在步入会场的在我们的舞台前是韩国队，接着进场的是沙烏地阿拉伯代表队 Saudi Arabia。 这一次沙烏地阿拉伯代表队共有39位选手从沙烏地阿拉伯远道而来，相信呢所有的台湾人会尽地主之谊，让他们有最温暖家的感觉，也祝福他们可以拥有非常好的成绩。接着欢迎到的是澳门代表队进场。 As we can see the athletes walking into the arena, they are from Macau. 来自澳门代表队的选手们呢，这一次共有17位选手来角逐各个竞赛，也祝福他们这一次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加油，祝福澳门加油。接着进场是马来西亚代表队。
在澳门代表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选手呢慢慢的步入会场，这个热带国家的人民呢是最为热情的。这一次共有63位选手参加这一次的比赛，我们祝福马来西亚 Good luck to Malaysia， 希望他们这一次可以马到成功，拥有最好的成绩，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到荣耀。祝福马来西亚 Good luck。接着步入会场的是蒙古代表队 Mongolia。 这一次蒙古代表队，我们想到蒙古就想到草原跟剽悍的运动员精神，相信蒙古代表队所有的运动员也会把这样剽悍的精神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欢迎蒙古代表队。紧接着步入会场的是纽西兰代表队New Zealand， 跟澳洲一样是来自南半球。这一次纽西兰代表队共有3位选手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We wish you all the best luck to New Zealand。祝福纽西兰这一次可以获得非常多的胜利。接着，菲律宾代表队进场。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we can see the athletes from the Philippines. 这一次菲律宾代表队呢，共有30位选手来参加不同的项目。我们也预祝菲律宾代表队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也祝福他们这一次圆满。接着步入会场是新加坡代表队。Singapore， 这一次来自新加坡的新加坡代表队有5位杰出的运动员来角逐5个不同的比赛。当然，我们相信这一次呢会有非常好的成绩。我们欢迎新加坡代表队。接着欢迎到的是东帝汶代表队 ，Timor-Leste。现在步入会场的是东帝汶代表队，他们有14位选手来到今天的桃园跟大家共聚一堂，相信他们也会展现南方的热情，拿下非常非常好的成绩。祝福东帝汶。接着欢迎阿联酋代表队进场。 As we can see the terrific athletes walking into the aisleWe can see they are from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联酋代表队的所有的杰出运动员选手，我们台上台下是不是彼此打招呼，共襄盛举这一次非常难忘的夜晚以及盛会？齐聚一堂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各位同学们、各位贵宾们也拿出你们最大的热情。接着欢迎乌兹别克代表队进场。Now we have Uzbekistan. 这一次的乌兹别克有22位选手远道而来，相信呢他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一定也会让大家刮目相看。我们祝福乌兹别克的所有精彩的运动员。最后步入会场的也就是我们的地主队中华台北代表队进场。现在步入会场的就是我们的地主中华台北，一共有124位杰出的选手，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地主队加油打气。现场的同学们，你们的尖叫声这个时候就要拿出 full power， 赶快为我们的选手们好好的打气一番，相信他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呢能够夺下非常非常优异的成绩。我们100多位的选手
在我们会场是非常抢眼的水蓝色，这么漂亮的颜色一定非常的夺目，现场的同学尖叫不要停，因为我们可爱的地主队中华台北就在各位的眼前哦，赶快用尖叫声用你们的掌声为他们多多的打气加油。现场可以看到本次直排手也是直伞手的美丽的明传大学青善服务队呢，他们身上桃红色的裙子也就是我们的拉拉山水蜜桃作为设计的元素，是不是给我们美丽的明传大学青善服务队一个很棒很大声的掌声呢？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今日莅临现场的与会贵宾。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it's tim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现在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大家长，也就是这一次的大会主席，同样也是桃园市市长郑文灿。欢迎市长。再来，在我们的贵宾席当中，就是我们的教育部长吴思华吴部长，欢迎部长，以及我们的体育署署长何卓飞何署长，欢迎署长。另外还有我们的理事长李兴达李理事长，欢迎李理事长。台上的贵宾们之后呢，我们要介绍远道而来的贵宾。 Now it's tim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above. 首先要介绍的就是 ICSD 的主席，来自俄罗斯的主席，我们是不是给他热烈的掌声？欢迎 ，Welcome。另外，副主席是来自台湾陈康，欢迎。以及我们 ICSD 的秘书长，来自俄罗斯的秘书长 Dmitry Rebrov， 欢迎 ，Welcome。而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APDSC 的所有重要的贵宾，首先是他们的主席卞胜一，欢迎。秘书长来自新加坡 Dennis Tan， 欢迎秘书长。以及来自澳洲的体育长 David Peters， Welcome。 财务长来自马来西亚的 Lim Hong Tag， Welcome。 另外要跟大家隆重介绍的就是APDSC 的新任主席，来自伊朗的主席，我们欢迎他。欢迎主席 ，Welcome， Welcome to Taiwan。另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体育署副署长王水文，王副署长，欢迎副署长。国立体育大学校长高俊雄，高校长。欢迎校长。另外呢，我们也要隆重来欢迎，就是桃园市的全体市议员。欢迎各位，请市议员起立挥手致意，谢谢你们参与此次盛会。以及全体局处长，我们也欢迎这一次的全体局处长。欢迎全体局处长。谢谢您参加这一次盛会，也谢谢您大驾光临。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and he's also the mayor of Kaoyuan, would like to give us a few remarks. 大会会长致辞，掌声恭请大会会长，也是桃园市长郑文灿郑市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市长。我们欢迎郑市长。ICSD 国际听障运动总会主席、亚太听障运动总会主席、各国的选手、裁判，以及中华民国教育部吴思华部长，在场所有的桃园市政府、桃园市议会的团队，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大家好。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Sports for the Deaf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Asia Pacific Deaf Sports Confederation, representatives of all countries, Mr. Wu,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most importantly, all the athletes, good evening. 今天我要正式宣布2015年桃园亚太听障运动会正式登场。在未来的八天当中，我们将会体验到一场安静的力量，让大家对于残障运动选手非常强韧的生命力以及精彩的体育表现留下深刻的印象。In the next 8 days,We will do our very best to welcome participants from afar. We would like to appreciate the power of silence. 亚太听障运动会是仅次于听障奥运层级最高的运动会。今年我们有12个竞赛项目，分别在11个场地来举行。这一次的运动会有来自22个国家1170位选手参加，虽然有些选手来不及参加开幕，但是我想我们主办单位非常热情地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国的选手来参加这一次的听障运动会。 The Asia'sPacific Deaf Games is the largest mega sports even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second only to the Deaf Olympic Games. There will be 12 competitions held in this game. The game will be participated by 1,170 athletes from over 22 countries. Although some of the athletes cannot make it to the opening ceremony,But we would still like to give you a warm welcome from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桃园是一个热爱体育的友善城市。我们刚刚举办完2015年亚太听障篮球世界听障篮球锦标赛，那么也办理得非常成功。那这一次亚太听障运动会。我们在场地、食宿、交通、医疗以及市区的观光都做了最好的安排。我们希望让全世界各国的选手、裁判以及工作人员能够透过这次运动会建立友谊，看见台湾，也看见桃园。Taoyuan is a city of sports. We love sports very much. We just finished hosting the 2015 Deaf basketball game. And this time, we have paid special emphasis on transportation, medical service, and everything. We would like to impress you with the spirit of Taoyuan. 刚才开场的节目是由桃园的3所学校
包括万能科技大学、新兴高中以及育达高中带来青春活力的啦啦队表演。那么在现场，代表各国手上拿着美浓的油纸伞做的 LED 的各国的标志，是明传大学的学生。我相信这是一场桃园的政府、大学与民间共同来完成的赛事。The performances you had just witnessed were provided by students from three local schools, Wanneng University, Xinxing High School, and Yuda High School. And you have witnessed students with a very beautiful umbrella by Mingchuan students. I believe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goo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等一下的开场，还有台北城市剧场、悠人神谷以及秀卡斯团队带来具有残障运动的特色。那么这些表演虽然听不见，但是鼓音跟音频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听障选手感受到生命的旋律。Towards the end of the ceremony, we will have a sequence of breathtaking performances brought by Taipei City Theatre, Youth Theatre, and Showcase Performing Arts Centre, which will definitely lead the ceremony to its climax. Although some deaf athletes cannot hear, but we still like to invite you to experience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我也要再次的谢谢教育部，桃园市已经成功的取得108年全国运动会的举办权。我们一样会把108年全国运动会办得非常好。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city of Taoyuan just obtained the right to host the National Games 2019, and we will do our very best to organize the games. 我要特别的告诉所有的市民朋友，从10月3号到11号这几天，在桃园，如果你遇到来自各国的选手，不要忘了，我们是最友善热情的城市，欢迎全世界各国的选手来到桃园。I would also like to remind the citizens of Taoyuan, if you happen to bump into any athle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during 3rd of October to 11th October, do remember to greet them and welcome them. Remember that Taoyuan is the warmest city. 我要谢谢所有的赞助厂商，因为你们的慷慨支持，今天的运动会才能够办理的这么顺利。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sponsorship from local companies. Without you, we won't make today possible. 最后，要借大家的手，借大家的声音，来为代表台湾的中华台北队的选手以及全世界22个国家的选手来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Last but not least, can I have a nice round of applause from you all to cheer up all the athletes, especially Team Chinese Taipei？ 谢谢郑市长的勉励以及祝福。谢谢市长。现在呢，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我们桃园市政府秘书长游建华，游秘书长也大驾光临来到我们今天的会场，掌声欢迎游秘书长。另外，所有的观众也看向我们的看台，因为呢，各国领队代表正站在我们的看台上，也请他们起立挥手跟大家致敬，好吗？谢谢。还有所有的贵宾，我们一起起立致敬。
也谢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这一次的会场。非常谢谢所有的贵宾以及代表们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开幕典礼蓬荜生辉。接着有请中华民国听障者体育运动协会理事长李兴达理事长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李理事长。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Chinese Taipei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has a few words for us. 我们教育部吴部长，大会主席，我们郑市长，还有国际听障运动总会的主席，各位来自国际的友人贵宾，还有每一个国家的代表的团长，大家好。好，我很高兴看到每一位来到台湾的国际友人，包含我们国际听障运动总会以及亚太听障运动总会，总共22个国家的代表选手来到台湾，来到桃园，来到什么呢？来到参加我们2015年的桃园亚太听障运动会，这是第8届的赛会了。那我们很感谢桃园市的郑市长领导桃园市政府全力的支持我们听障运动，办理这一次的赛会。包含我们2015年7月份刚举办完的国际听障篮球锦标赛，让全世界都注意到桃园。我相信亚太听障运动会一定会办的比世界听障篮球锦标赛还要更好、更成功。接下来，我还要再感谢我们的教育部以及教育部的体育署，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让我们中华民国听障运动协会给我们很多的支持与帮助。由体育署以及教育部的帮忙，才能够成就这一次的赛会。包含在过去我们办理过2009年台北听障奥运会，让各国全部都注意到我们台湾。如今又在帮助我们办理亚太听障运动会，非常的感谢。最后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希望赛会期间我们能够拿到很好的成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李理事长的勉励以及祝福。接着我们恭请教育部长吴思华部长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部长。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a few words for us. 现在我们的部长用手语的方式来跟我们打招呼。现场请给我们的部长最热烈的掌声。大会会长郑市长，国际听障运动会总会长卢里耶杰夫先生，亚太听障运动总会主席边先生，中华民国听障者体育运动协会李理事长，以及在场的各位贵宾，来自各国的代表队，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今天很荣幸。郑 ，th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Sports for the Deaf, Mr. Rukler Deaf.The President of Asia Pacific Deaf Sports Confederation, Mr. Bum. The President Li of the Chinese Taipei Sports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And all the friends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good evening.
今天很荣幸应邀参加2015年桃园亚太听障运动会的开幕典礼。本人仅代表教育部，向负责筹办本届赛事的桃园市政府以及中华民国听障者运动协会献上最高的敬意及感谢。I am honored to be here tonight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Asia Pacific Deaf Games Taoyuan 2015. To begin with, let me express the gratitude on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Taipei Sports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for sparing no efforts to host and support this event. 今年是亚太听障运动会第二度在台湾举办。2000年台北市曾举办过第六届赛会。本次筹办期间，有赖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团体积极合作，全力动员各方的资源，以及桃园市各级学校的积极协助。相信透过这一次的赛事活动，会将我国未来举办各项综合性运动赛会更向前迈进。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e Asia Pacific Deaf Games are held in Taiwan. In the year 2000, Taipei City held the sixth Asia Pacific Deaf Games. This time, it is Taoyuan City's turn. During the organizing period,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cooperated with vari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gather resources from everywhere. Schools in Taoyuan also assisted enthusiastically. With this experience, we believe that Taoyuan can be a model for the hosting of mega sports event like this one. 本届赛事共有来自亚洲、太平洋地区22个国家，超过1000名队职员参与，角逐12种运动的奖项及荣誉。相信亚太听障运动会的举办意义不仅是在竞技比赛，赛会所呈现出的力与美，更能使不同国家的选手有彼此交流的机会，相互观摩了解。Over 1,000 athletes and delegates from 22 Asia-Pacific regions take part in the Deaf Sports Game this time. For the next few days, they will be competing for the prizes and honors of 12 different kinds of sports. I also hop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最后本人仅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欢迎来台湾参赛的各国选手，希望各位能好好体会台湾的美丽景色与在地的人文风情，也预祝所有的选手都能发挥最好的表现，本次大会圆满成功，各位与会的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Last but not least,On behalf of my government, let me welcome all the athletes to come to Taiwan to take part in this competition. I hope you will be able to appreciate the beautiful scenery and the warm hospitality that Taiwan has to offer. I would also like to wish you all the very best in doing your best and breaking the records. 谢谢大家。Success to the sports game and all the very best to you all. Thank you very much.谢谢吴部长的鼓励以及勉励。Thank you for the encouragement. 接着我们有请国际听障运动总会主席 Dr. Valerie 来跟我们说几句话。Let's welcome Dr. Valerie.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Sports for the Deaf has a few remarks for us.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听障奥运在哪里呢？就是2009年在台北的这一次。
永生难忘。我们现场是不是给我们的主席热烈的掌声？让我们第一次注意到台湾，也提高台湾的能见度。真的永生难忘，印象深刻。国际听障运动总会与国际奥会目标就是要促进提升听障运动，壮大听障运动的发展。如今看到在场的各位来自每一个国家的代表，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那我要特别感谢中华民国听障运动协会努力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政府不断的给予桃园市政府不断的给予我们资源，以及每一个单位给我们的支持，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希望我们的听障运动能够跟听人的运动一样同步的发展，逐渐的壮大。在未来的比赛中，希望大家比赛顺利。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 Dr. Valerie. 接着，掌声恭请亚太听障运动会总会主席卞生一主席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卞主席。And now the chairman of the Asia Pacific Sports Confederation has a few words for us.感到每一个国家的选手代表来这边，总共有22个国家选手，我感到非常的感动。谢谢台湾的政府，谢谢桃园市政府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一次的赛会，以及主办这一次的赛会，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也谢谢我们桃园市政府，更谢谢我们中华民国听障运动协会，在过去三年当中不断的筹备辛苦的工作，当然我们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09年的台北听障奥运会，让国际第一次注意到台湾，印象深刻。谢谢台湾的政府，真的很努力的帮助我们的听障运动，希望我们的听障奥运会未来能够比残障运动会更加的出色。也谢谢来自各方单位努力的付出。桃园市政府22个国家代表，感谢大家的参与，能够在这边见到大家，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宣布2015年亚太听障运动会，希望大家能够在这边拿到很好的成绩。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 Chairman Ben's encouraging speech. The Asia Pacific Deaf Games 2015 will be starting shortly. Here we give our most sincere blessings to all of our athletes, your contestants. Your effort given here will be a glorious return.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tim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Taipei flag. 中华台北会旗进场，我们也请市长护卫。请全体起立，给予我们会旗进场最热烈的掌声。本届大会会旗是由新兴高中观光科美姿美仪36位亲善大使护旗进场。新兴高中以亲善、务实、专业的态度，在各个重要的庆典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灿烂的笑容以及亲切专业的服务。我们也谢谢新兴高中所有的同学护旗进场。
全体肃立。请典礼台上长官面向典礼台的右侧，请各位选手面向左前方中华台北会旗。May all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face the flag. 升中华台北会旗。And now it is tim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sia Pacific Deaf Sports Confederation flag. 亚太听障运动总会会旗进场。步旗进场的一样是由新兴高中观光科美姿美仪的亲善大使步旗进场，而他们身穿的是台湾原住民的传统服装。这一次也感谢新兴高中所有的同学，用他们非常稳健并且充满自信的步伐步旗进场。身穿原住民服装的亲善大使们展现浓浓的台湾味，期待各国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温暖以及魅力。相信这一次大会一定可以顺利圆满。亚太听障运动总会会旗，我们请台上的各位贵宾长官就坐，也请各位观众、各位同学就坐。Distinguished guests, please be seated. Athletes, please be at 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 hav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thletes to take the oath. 选手宣誓，宣誓代表黄淑敏。
裁判宣誓。Now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feree to take the oath for us. 宣誓代表王在福。裁判王在福是田径项目的裁判长，他代表我们来为大家宣誓，也谢谢他。裁判宣誓，我请你代表全体裁判宣誓，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秉持公平公正的态度，遵守各项规则，以执行裁判工作。宣誓代表王在福谨誓，2015年10月3号。我们谢谢王在福。And now it's tim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lame of the game. 圣火进场。现在从西门进场的是王世伟。王世伟是地主桃园队的杰出选手，他也是田径短跑选手，代表这一次呢参加4个比赛的项目。而从北门进场的是彭思婷，同样为桃园市在地选手，本地参加我国2015年亚太听障运动会，继续争取跆拳道竞赛的最高荣誉。我们给圣火手最热烈的掌声。引燃胜利之火。也请各位同学、各位贵宾给予最热烈的掌声，预祝我们这一次的运动会可以顺利圆满。圣火也引燃，而现在大荧幕就是场外的盛况，掌声鼓励，外面也是盛况，非常的热闹哦。 May everyone pay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of the stadium. 我们可以看到熊熊的圣火引燃了，也象征这一次大会一定会顺利圆满。May all the contestants retreat to the seats. 请各国选手在单位牌的引导之下到我们的座位区观看我们开幕典礼的表演。May all contestants enjoy the opening performances. 当然也要谢谢这一次所有来自海内外杰出的运动选手来到我们的台湾桃园参加2015年的听障运动会。而现场的同学们、各位贵宾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排手呢也是直伞手，这一次呢使用的是我们客家的油纸伞。
非常代表着台湾的文化，尤其是客家文化。那我们这一次的油纸伞呢，也会给各国带回去，当作台湾送给他们最温暖的礼物。现在所有各国的选手呢，即将到休息区观看我们一连串精彩的表演。这一次各国来参加开幕活动的所有运动员身穿非常缤纷色彩的服饰，也象征他们精神奕奕，并且呢也预祝他们在所有的项目当中呢都有非常杰出的成绩。而在场中非常耀眼的是身穿水蓝色的中华台北代表队，地主队呢这一次希望各位能有非常优异的成绩，也为这一次的比赛夺下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也一如我们的长官说的，如果你在桃园在这个比赛期间遇到我们杰出的运动员选手，不要忘记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现在所有运动员正在退场当中，我们现场的来宾是不是再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远道而来。而现在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等一下会有一连串精彩的表演，包括了具科技感以及具传统文化的现场演出。所以说 The night is young， 今晚还很年轻，才刚开始而已。所有的同学们，各位贵宾们，也请引领期盼，我们为各位准备非常精彩的活动。当然不要忘记，等一下看到精彩活动时也不吝啬于你们的掌声还有欢呼声，来给所有等一下要表演的专业表演者最热情的欢呼。而刚刚提到这一次我们的直排呢变成直伞了，我们这一次将直排设计成台湾最传统的客家油纸伞，非常代表台湾，尤其台湾的客家文化。这个油纸伞呢将会给各位各国的贵宾们带回去，当作台湾送给他们最温暖的客家味礼物。当然结合未来科技感，你们会看到油纸伞上面的 LED 灯也是别出心裁、画龙点睛的设计巧思。在所有运动员退场的这个时刻，在场所有的观众也稍事休息，因为等一下有一连串非常精彩的演出。除了邀请到各国的运动员之外，各国的代表也到了现场，真的是非常难得而且非常珍贵的时刻，真的非常的珍惜。也谢谢所有远道而来的贵宾们莅临现场，也谢谢所有的同学们
在周六的晚上来参与我们的开幕典礼。而现场的观众，你们会看到现在选手休息区所有的运动员选手也会拿着荧光棒，等一下要跟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夜晚以及精彩的演出。同学们要不要先挥挥你们手上的荧光棒呢？有没有都拿到？你们在哪里？待会就要展现你们的热情了，每一个表演都非常的精彩，期待你们也热情的参与哦。我们请所有的选手就坐。May all the athletes be seated. Thank you. 现在看到我们的场中慢慢退场的这个画面呢，就表示我们精彩的节目也即将展开。现在各国的选手呢，也相继即将要就定位了。留在会场正中央的就是我们的中华台北队，现场给他们集气加油尖叫声。相信这一次中华台北代表队呢，一定会有非常棒的成绩。再一次，各位现场的观众，中华台北队加油！等一下，一连串的表演结合了传统、科技，还有音乐，当然还有律动，相信一定是精彩可期，大家拭目以待。有就座的同学们，各位贵宾们，请尽速就座，因为我们的节目即将正式的开始咯。May everyone and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be seated. 这一次的桃园亚太听障运动会举办的时间是10月3号，一直到10月11号。相信在这段时间之内呢，会有许多精彩可期的体育赛事，也希望大家可以敬请期待。每一位选手都有好的成绩，打破过去的所有纪录。现在剩下中华台北队还没有就座咯，等他们坐好，我们的活动就会正式的开始了。同学们也尽速就座，才不会错过精彩的活动哦。
们最热烈的掌声。序幕的这个表演是来自我们的同学们醒狮跳跃的动作，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欢乐的气氛配合高难度的跳跃以及旋转的动作，也展现出醒狮剽悍的一面。由低而高的梅花桩呢，更是不容易。随着这个鼓声跃动，步步高升，也为本次大会揭开序幕。表演，长官们做互动，要红包。我们可爱的醒狮现在正一一的打招呼，也预祝这一次大会圆满成功。现场的来宾再一次热烈掌声。
爱支持他们。这个是结合了运动以及舞蹈，感谢，谢谢剧场特技舞蹈专场的同学们。我长时间的训练，
我们谢谢这些精彩的演出，这些同学是来自台北城市剧场以及台北市立大学。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 are going to have a different kinds of performance brought to you by You Theater. 紧接着带来的演出是来自悠人神谷，这个来自于1988年创团的表演艺术团体，由艺术总监刘若雨以及音乐总监黄志群结合了剧场艺术还有击鼓两项结合而成的表演团体。当然27年来呢，致力呈现于最精致的艺术品质，并且坚持道义合一的表演艺术精神。而今天很荣幸，他们将带来他们经典的古曲《冲岩》。《冲岩》是一首结合力与美的曲目，表演者以弹跳的动作45度倾斜的方式打鼓，象征着海浪撞击岩石，就像每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总会遇到阻碍挫折，要靠内在的力量才能渡过难关。接下来就请各位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悠人神谷为我们来带来这段经典的古曲《冲岩》。Thank you.
谢悠人神谷带来的艺术音乐艺术杰作。What a magnificent performance brought to you by You Theater. Once again,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 掌声谢谢他们。And now we have a little treat for you. They are from Showcase. 秀卡斯是2009年成立的表演团体，天马行空的表演方式以及视觉飨宴是他们即将带给今晚的高潮。今天他们将与帅气的唱跳歌手陈飞鸿一起合作，带来 LED 冷光舞表演，利用灯光、服装结合音乐、舞蹈所搭配出的创意舞蹈表演，是最热门的全新形态电幻雷射秀表演哦！掌声来欢迎秀卡斯。现场所有嘉宾们、选手们，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我们是 Showcase， 我是歌手陈飞鸿。接下来这段表演要送给所有那些努力付出的选手们，在完成梦想之前，我们唯有不停止的前进。这首歌曲是我专辑的歌曲 Can't Stop，送给你们，谢谢大家。灿烂似大气层，美丽闪亮的
想要的未来，除了为我点来醒来天下破我是 Showcase， 我是陈飞鸿，谢谢大家。谢谢陈飞鸿以及秀卡斯 Showcase 所带来的精彩 LED 冷光舞表演。而现在呢，紧接着要呈现给大家的就是宋坤传艺成立于2003年的这个表演团体，以鼓作为主轴，并向外延伸各类的表演形式。当然他们是以专业、精致、创意及传承为中心主旨。宋坤传艺享誉国内外，多次受邀至各国演出，期待未来能再继续跃上更多国际舞台的机会，持续将台湾传统艺术表演文化带到世界更多的角落。今天要带来的节目名字是《旗开得胜》。太子舞乾坤，
gonna live my life. I know that we gonna be alright. Yo, hell yeah, dirty bass. Ghetto girl, you drive me crazy. Hell yeah, dirty bass. Yo, uh-huh. One, two, three, four. Show me what you got.到了尾声咯，李晨、奏乐，大家赶快看你的正上方，从天而降的气球呢，代表着为22个国家的运动员们，为他们给他们祝福，希望他们超越巅峰，创造佳绩。As we can see, the colorful balloons from above representing the blessings to all of our athletes from 22 countries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or their record-breaking effort and beyond the peak. Once again, on behalf of Taoyuan City, we welcome you and wish you a good time. 再次祝福所有的选手们旗开得胜，再创佳绩。Good luck and good night. 那我们的电音三太子在我们的会场正中央，也邀请所有的长官以及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过来跟他们拍照哦。我们是不是请电音三太子到我们的台上？可爱的电音三太子呢，也是最近这几年台湾非常现在我们的电音三太子也跟我们各国的长官以及大
代表一同在会场中可爱的跳起舞来，还有拍照做我们的交流。那也说邀请所有的运动员们也都可以到我们的会场来跟电音三太子照相。Welcome all of the athletes to the arena, taking pictures with our cute characters. 人员引导各位贵宾离场。那也欢迎各国的选手们可以到我们的舞台的场中央呢，跟可爱的电音三太子们照相留影。Welcome all of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the athletes to the center of the arena to take a picture with our traditional characters. 各位贵宾，各位运动员，散场的时候请小心。